么之后呢，就有两间加密货币圈比较友好的银行 Silvergate 跟 Signature 这两家银行呢，都是有传出被金融机构给接管了。那么现在民众当然就担心了，他们如果是里面的储户的话，这个存在里面的钱可以领得出来吗？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呢，就拍胸脯保证一切都没问题。来听一下拜登怎么说。I'm going to ask Congress and the banking regulators to strengthen the rules for banks to make it less likely this kind of bank failure would happen again and to protect American jobs and small businesses. Look,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Americans can rest assured that our banking system is safe. Your deposits are safe. Let me also assure you, we will not stop at this. We'll do whatever is needed.好，可以看到刚刚拜登的演说里面呢，有一句话是重点，就是说我们的银行系统是安全的。他拍胸脯保证美国的银行体系没有问题，不会爆发像先前那样大型的流动性的危机。那他也向民众保证说，你的存款绝对是安全的。那他说呢，你需要的时候你的存款就会出现，所以这一点真的是不用担心。但是呢，现在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其实金融界是担心说，有没有可能有类似的银行也会爆发同样的危机。那其中一间被点名的是一间叫做第一共和的银行，这间银行呢，光是在昨天的美股的交易日里面，就是股价狂泻了超过62%。那当然这一次的事件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联准会的升息脚步，因为呢，就有分析师预估说，这件事情就已经显示出在区域银行对于利率上升这件事情的抵抗性呢是比较低的，所以有可能出现危机。那么目前高盛是预估3月份联准会有可能不会升息。那么对于这刚开始倒闭的这间矽谷银行，因为它从宣布要筹资到倒闭，这中间的时间是短短48个小时而已。至于是为什么这么快速的一系崩塌呢？这件事情呢，现在联准会也要调查，而这个调查呢，会由联准会的副主席巴尔来主导。预计呢，整个调查的结果会在5月初的时候来对外公布。那当然呢，投资人也很想要听个联准会的调查，要给个交代。另外，我们要持续关注在第一岛链这里，因为我们看到包含英国最新公布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首次就提到台湾，甚至美国从昨天开始也跟菲律宾展开为期3周的联合军演。详细的内容再请慧云带大家深入分析。好，我们要关注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动态哦，因为现在其实呢，美军正在和南韩的军队进行了联合军演，而他们同步也和菲律宾的军队来进行代号叫做尖盾的联合军演，而且两军呢是可能会超过3000个部队单位一起来参与这场演习，整个演习的时间会长达3周，整个演习时间拉得非常的长。那美国跟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在今年整个关系是快速的回温，我们可以看到呢，菲律宾已经承诺说美军可以允许进入到他们的5个基地。那么包含现在的这一场军演呢，有多处的军演地点呢，都是在菲律宾最大的军事基地来进行的。那么双方会执行的包含很多小型的炮弹的实弹操作，那么还有工兵的演练。这当然是菲律宾跟美国之间要强化军事合作。那当然呢，美国这方还提到了是说要协助菲律宾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这个外来指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很明显了，剑指中国大陆。那么其实呢，为了因应中国崛起的这个挑战，美国是逐渐的在追加他们的国防预算。那么像是在这个年度呢，就编列了超过842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国防预算的新高纪录。那另外呢，就像主播刚刚提到的，英国事实上也很关心台海的局势，在他们发布的外交政策的国防报告里面，在2021年的时候呢是没有提到台海的，但是在今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那么台湾提到了2次，台湾海峡提到了3次。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还来关注这边的局势发展，说英国的立场是希望维持台海局势稳定。那另外呢，有提到台湾的地方是关于这边的战略方面，他们建议是要全面贺阻、全境来贺阻的这样子的战略，这个是英国这边的立场。主播好，谢谢慧云今天带给我们分析这个国际上的最新情势。
好，接着我们要来持续关注说，现在看得出来西方正在全面的围堵中国大陆的崛起，只是对岸最近的态度似乎也比较软化。看到昨天两会闭幕上，新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就提到要中美合作，甚至还说要恢复跟台湾交流正常化。重头戏两会闭幕，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展开第三任期。人民的信任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近半年前的二十大确立习家军全面掌权的态势后，完成后续整顿，如今再无后顾之忧。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习近平确定党政军三大权集一身，重申推进对台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强国强军路线不变，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目标要把解放军打造成钢铁长城。对外，大陆外交部不像过去拐弯抹角，转而公开批评美国全方位打压，这代表习政权底下美中之间已经从可管控的风险迈向新冷战。 In the dynamic of Xi's leadership is a change driver in itself. Ideologically, he's a Marxist-Leninist. He's a much moreDedicated advocate of an assertiv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习的下一个五年基调不变，倒是这仅次于习近平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李强，外媒是高度关注。李强感谢习日通在浙江的大长官习近平提携，一把拉进权力核心。代表执掌中国经济大权的人物已经从李克强变李强。习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法新社指出，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是习近平的心腹，而华尔街日报分析，忠诚可能就是李强的最大武器，因为他是能在习近平面前说得上话的人。Because up till now, Li was a rather obscure figure outside of China, mostly known to be a close ally and protege of Xi Jinping. If and how Li Qiang is going to use his closeness to the top leader to change or tweak the policy,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终于也是这份忠诚让李强备受质疑，因为他没有任何中央经历，前一个职位是上海市委书记，而他也急着在接任后的首场中外记者会上说服媒体，地方经历也能拼成国家经济。绝大部分老百姓不会天天盯牢看这个 GDP 到底增加了多少，大家更在乎的、更关心的，一定是自己身边的具体事，像住房、就业、收入。政府工作就是要贴近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但是李强真的懂民众的感受吗？你怎么为老百姓服务？对不对？好不容易看到你们来了，我们的现实情况要。之前下映上海封控两个月被民众当面呛瞎，而他现在要面对的是解封后降温慢热的大陆经济。近三年以来，其实大家的一个消费欲望它其实都在慢慢的缩紧，大家更理性来消费了，消费复苏不如预期，再加上在疫情时爆发的房市烂尾楼危机，地方政府常年过度杠杆的债务黑洞都可能压缩大陆今年 GDP 成长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啊，是符合当前呢经济运行的走势。李强坦言，保五都不轻松，而对台关系上，他主张推动恢复正常化。我们常说，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继续推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要让更多的台胞、台企、
到大陆来。从习近平心腹到大陆经济掌舵人，李强会是习近平的意志执行者，还是能走出一套李强经济学？挑战正要开始。TVBS 新闻综合报道。释出善意当然好，但别忘了去年美国前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对岸后来是以围台军演来进行回应。所以我们要持续带观众朋友来深入分析。现场对谈的是前非止步计划处长周宇平上校，上校好。您好，上校，如同我刚刚讲到的围台军演，这其实也是一种封锁战。那最新在路透社的报道中，他们是看了国防部给立法院的报告，发现今年的国防预算支出当中，国防部有把焦点摆在应对中国大陆可能对台全面封锁，所以也准备了所需要的武器跟装备，像是 F-16 战机零件补充，或是次针防空飞弹等等。我们要请教上校您的专业，您如何评估这些武器对于反封锁的效果呢？要反制封锁需要的就是这些类型的武器，军方有一定的评估作业。我们虽然有台湾海峡目前这个天险，但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海峡天险也逐渐失去原有的防护功能。一般来说，先封锁外离岛虽然说很可能是第一步，但实际上借着演训的机会采取快速的军事行动也是可能的状况，解放军也可能采取直接封锁台湾本岛的行动。如此一来，外离岛也就失去接受运补的机会，抵抗的战力将逐渐薄弱。而具备远距离射击能力的武器系统，就是反制需要的重点条件。但区域制空权的维持仍然会是重中之重。采购美制武器，实际上也是要取得战术上的优势，再加上我们中科院自制的系统，这些长中短程的武器系统就是区域制空与区域制海权的争取方式，这都是必要的战术作为。而作战过程中需要优势的火力，但实际的占领仍需要实际的兵力，而解放军海军航渡运兵就是必要的作为。但若是未取得作战面的优势海空权，航渡时就要面对多种机动式的攻舰飞弹系统，其实解放军压力很大，也就说明军方在采购上其作战效益与需求已经经过了作战场景种种的评估与考量，也是反制封锁战力的主要因素。好，或许乌俄战争也是一种借镜哦。那除了台海之外，东北亚也是蛮紧张的。最新我们看到，北韩在今天早上又对东海发射了弹道飞弹。那因为正值美韩联合军演的期间，12号这天，北韩也才发射了两枚战略巡弋飞弹。甚至南韩军方也说不排除是有搭载核弹头。我们要继续请教上校，您认为北韩在核武发展能力上面是不是已经高度提升了？各国联合军演其实基本上都是在了解彼此，毕竟双方的语言不同，使用的作战系统不同，通信的能力以及方式也不同，战术战法相对也不一样，这些都是联合军演实际的意义。而北韩试射飞弹则要了解发射飞弹的种类，除了一般性的飞弹可以对邻近国家产生压力外，轻型飞弹系统则可借由自己的试射结果再次提升军备的能力，这些都是武器系统发展的必要性做法。而拥有核子武器这样的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一直存在，因为核子武器具备高度的毁灭性，主要是产生强大的核阻力，也可能具备长期性的污染。而南韩民众的想法很显然就是以牙还牙，但这些都是面对北韩永核后的恐惧反应。北韩迄今持续发展核武，目的也就是要产生威慑力，面对强权时以核武撑腰，借此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核武因为杀伤以及毁灭性太高，又具有长期的污染性，小型化未来可能是一个必要的发展，但却也可能会因为小型化
而使得使用核武的几率提高，不可不慎。哦，确实，核武是一个全球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谢谢上校带给我们深入的国际情势分析，感谢你。谢谢主播。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关注这画面上有上千位的非法移民一股脑往前冲，这里就是在美墨边界，结果是因为误信了美国要开放的谣言。休息一下，稍后来关心更多焦点。阿富汗的平价美食超好吃，这个超好吃的，跟你一起吃。我今天是在那里工作，鼎泰丰。先不要比较，纯粹讲口感。新加坡爱美酒店的主厨，那你的主厨给我们两个台湾的巧克力还有冰淇淋的双料罐，好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因为范范有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我就觉得他是做给我的。睡了一百年还是一样美啊 ，Yeah I'm so fly fly， 我就是对你。哇，这样吗？对了，不要对一个母亲这个样子。每周日晚间八点，原子少年。撕开典雅粉色外袋，抽出内装绿挂咖啡，紧接着滚烫热水冲下。白烟窜出，顿时香气四溢。这每天都得来上一杯的好味道，口感纯粹，制作过程却着实不易。从浅培到终身培，韵味不同，宛如恋爱中暧昧、热恋、依赖、承诺四种滋味。它从浅培到中培到深培的这几个阶段，就很像我们在恋爱中的从暧昧啊到承诺啊到整个依赖整个过程。起初，该款咖啡豆出现在热播中的八点档，格外受瞩目后，顺势推上电商平台限量贩售，加上有国际级咖啡职人把关，选择的精品咖啡豆全来自得奖庄园的台湾小农。我们的台湾咖啡小农，然后再搭配我们的得奖的庄园，然后我们的烘焙师也都是我们的国际级有得奖的烘焙师来。豆种生长在高海拔气候，产量相对有限，来杯咖啡的同时，怎么能错过配甜点的小确幸呢？喝咖啡它一定要配甜点，而且它才会有甜甜蜜蜜的感觉，所以我们这次也推出了有关樱花啦，或是草莓啊，或是布朗尼这一类的甜点。尤其紧接着就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选择的甜点也要很少女心。不管是上头点缀樱花花瓣的香浓乳酪蛋糕，还是玫瑰草莓生乳，又或是这款加有布朗尼。